主要是其实没有特殊，就是画一个感觉，啊，一个感觉就是说天象，大自然的现象的感觉，主要用我这边想就好了。比如说有点像水，啊，有点像夕阳啊，就那个感觉，就意象，就它不是完全抽象的，它可以看到有某种东西在里面。那其实那个线条是有一种结构，它有素描那个组合在里面。以前我是画写实出来的，不是说东撇一撇西撇一撇，所以它的颜色也远近模糊啊，前面后面它是有结构。我是用这基本的底，然后去画那个就是一些现象，把风景稍微改造一下。比如说你用那一张的话，有点像湖嘛哈，湖知道下面可能一堆杂草啊跑上来啊。那黄色我给也许就像黄昏或类似那种感觉，那像这个都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，每一张都这样，有天有地有水。他自己说中间为什么一个红色啊或什么色，只是把它标记出来，主题拉出来，重点，这样再慢慢虚掉。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。